淫叫声。啊，日本不是都是这样吗？萝莉女主角。很主席来升级啊，这少女卡称香，然后现在他改名了，他叫做双生世界，在日版先出来，然后陆版好像快要出来了。那、啊、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在冲杀回的游戏，听说是一个弹幕型的游戏。啊，边啊只有在放伊的嘿 Over HRT， 我紧，然后你家身外少女卡称香。我即摆若听到这日文的这足鸡巴的声音，我感觉足袂惯起。这个是日文的、啊。我感觉足袂惯起。你切到这个画面还是讲日文啊？等一下。足袂惯起的。这个也是很那个。这个店子也恭维了。哈哈。这嘛是啊。那个。我讲你，你个店员，人家也讲你，你在干嘛？有点痒，看你娘嘞！这没气。欸，大家会不会有想去玩这个游戏、啊？你看在烧窑。啊，你去干几轮啊？这袂难呢，啊，点你啊！你很白痴。这样人可能有兴趣哦。有开始有点痒。しますか？好啦，调整。你看。嗯。这嘛是这种物件、欸，这真的是漫画风哎、欸，这就是少女卡称哦。哎、欸，这一可能介意算哦。会会。就绝对会。啊，这不爱看啦，听伊在讲会会。直接 skip 啊，跳过。你可以把它当漫画在玩啊。嗯。我要先看他第一场战斗画面。欸、哦，这个可以点，我还有。哎呦，奶口罩出来了。好，各位观众已经听到重点了。哦，你看，干你啊，可以变身了，可以变透明呢，不折。他完全挖掘了人心最深处的渴望，最肮脏的渴望。他不要升级好吗？我是说，他要变身的时候瞬间涨来。在伫咧你耳仔边啊放个声呢，哪讲咱有日本妹仔咧讲话？你看，这就是安尼。嗯。我哪说只？伊就是类似《世纪帝国》迄种的。哎、欸，对。很像。安尼啊。哎、欸。出比出比啊。对啊。类似魂斗罗啦，啊，但是比魂斗罗较好。它的视角就是。HID 那种的啦。嗯。但是就像你说的，是魂斗罗的模式、欸。日本好像都喜欢这一种吼，弹幕，这叫弹幕型。弹幕型啊！你看那个 KOF All Star 也是这个感觉啊。All Star 哪有这样？你把他拜托。All Star 的视角又不是这个。对啦，啊，只是说他的那个讲法就错了。他也是这样一关一关嘛，还叫副本制，对啊。没办没办，这个还不错，杀时间的，我觉得。这很多阿宅一定玩得很高兴。对啊，特别是片头的时候可以给他。可是这看不到角色哎、欸。不能拉近吗？他可以呼叫空战支援就对了。嗯。升级十分钟看卖，看还好高的无？较早 YouTube 会当双连播呢，我会当同时播放，直接可以当播你那个。哦，是啊、哦。嗯，现在改掉了，变成只能一次一个频道只能同时间直播一个东西。嗯嗯嗯。欸，那你哪有法度一次直播几下个啊？欸，足好个呢，我叫你厝个直播剑魂剑灵，然后我伫遮直播这少女卡称、嗯，然后佫叫阮去直播黑色沙漠。对啊。然后佫叫台南的兄去直播。啊，咱可以同步做很多事情，啊、很棒。即摆无法度安尼。无咧，爱甲讲诶 ，Google 要开放这一种，比方说，就是你。
他说举例啦，花100块台币，那你就可以开放第二个这个权限，这样。无安尼啦，安尼人看看袂起啊。解锁的功能吼。尼尔自动人形也算是弹幕型吗？尼尔不算，不算。虽然他有很多弹，还不够弹幕。看你俩迄人物出来时，你还阁会喊了，足喊的。爱较紧上线，我是讲直播上去。哎，绝对从你开始上传完之后，你就会常常闪退了，因为伺服器在塞车，没有了。那是 VPN 那些那个断线了。没办法啊，这样子。宅宅大军们又有新的游戏可以玩，新的卡通可以玩了。当然，不然是无聊的。这款还可以啦。来来来，阿莫一天的行程要把这个插进去。当然，要插入。插入。反正我日文看得懂一些啦，因为它都有中文字，所以我们看得懂。这是真正的干话，看得懂是因为它有中文字。至少 Hi EA 我还看得懂哎，还有 Jiu Dashi。我告诉你，中出我看得懂。现在都这样，都用这种过场的，很省成本。就一类的。还是这样，它比较节省。会喂，你不用开发过场动画。伺服器啊。无来个无关系。哦。重一些装备看看。今天已经有冲一轮了。面白い。你看。哎呦。少女卡通有没有？你那个影片的片头就是放这个，马上给我 YouTube 定格。那你自己先打码了。你看，要听老师的。这就喊。哎呦，你剩几点钟啊？会使啊，差不多啊。会当休困啊。可以来告一段落，明天跟你们分享少女卡通。对，这个新游戏，啊，这个先播到这里啊，蛮晚的，差不多了，11点了。对啊，可以来休息一下。感谢收看哦，谢谢大家。明天再来聊哈。哦，你要做？啊，红红的，蒙面叶白的。好，输入角色。琪琪。最后一堆。各种哦，现在下载了，下载1.7GB 了。现在才下载哦，他要先等于说片头先看完。他就是序章让你先玩了，然后就开始下载。
好，先录到这里啊，这个影片刚好有10分钟。